说它有绿绿彩彩，这地搞弄到屌哎，青青那种长得新鲜的线材。新鲜小番茄留给别人，叶子枯黄的自己惜福。360坪的番茄园差点要废弃当肥料。啊，我问阮小石啊，啊，不爱喜欢你，我敢让请阮师姐因来帮妈妈来义卖，他就跟我点头说好。那你心里都无杂想。来这边了，把声音带出来，一次听一次听，悟的都不一样，悟到哦，这个这么漂亮还要丢，还是无彩的。红发医生要漂亮一点。拄啊，过我老母啊，无用啊，无来办事要后悔啊，哟，怎规个废废起啊？阿姐嘛，无浪费啊，做欢喜啊。果农一片孝心，家事农事两头烧。所幸家人和志工主动探访95岁老妈妈，注意心血管老毛病。这水你爱看，个金丹门拢比我较旺诶。嗯，你是倒位第一批人啊？诶，哪位啊？今天身体好无？有啦，拢都好诶。有时候跑很快，有啊，刚才学习跳跳太快了。哎呦，看恁紧张啊！你真会紧张无？欢喜啊！加大劲来个，啊欢喜啊，心跳。来介祝福的时阵，哦，爱拄啊有感觉面红，讲啊，安尼无来红法力，想要翻转你博尔来预备，刚好就是这个姻缘来促成。阿妈看阿妈，老老相依，彼此关怀，把握分秒共善。大爱新闻吴逸轩、陈立伟，台南报道。